每一次来参加国际狮子会的年会，都觉得这个规模越来越大。那狮子会这么蓬勃的发展，就代表着投入社会公益服务的人越来越多，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发展。狮子会强调台湾优先，就是要重视台湾，要发挥台湾人的力量。过去这两年，政府也努力要把台湾变得更强壮。我们全力推动改革，把以前政府做不到的事，一件一件的来启动，这些都是为了要壮大台湾。所以，借着今天的年会的场合，除了感谢跟祝福，我要对全台湾的50,000名狮友表达3点的期许。第一，我们邀请狮友们把握这一波乐观的景气，锁定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，一定加码投资台湾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，我们要鼓励各位狮友更积极地投入狮子会各项跨国的交流服务工作，透过狮子会遍布全国的组织，为台湾发声，结交更多支持我们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，狮友们都是各行各业里面的中流砥柱，在这个国家面对挑战的时刻，我要请大家一起来传递正面的能量，让更多的国人知道台湾有强劲的实力，可以度过种种的挑战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只要我们清楚自己的优势，拿出决心，一步一步来做，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，也一定能持续赢得国际社会的掌声。这就是台湾跟世界打交道的方式。我期待能跟各位狮友一起努力，看好台湾，壮大台湾，创造出更好的未来。祝福台湾总会会务昌隆，大家成功圆满。谢谢。